在突击你的 bag， 因为你是不给我看你 bag， 我就要你的 bag， 我说完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什么来的？OK，Hello，、okay, 大家好，我是大神。相信你们今天看影片的标题啊，都懂。今天的影片呢，会比较严肃一点的，因为最近啊，我发现到Mickey 啊，他有点很不正常，讲很不正常哎啊。最近啊，他有很多个手提包包，相信你们也知道，女孩子有很多 bag 是很正常的。但是哦，他有点不正常，让我怀疑的点啊，是他最近一直不要给我动他的 bag 啊，就是我一摸他的 bag， 他就会这么拿我的 bag，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你的 bag 很贵咩？这么你怕我弄花是吗？然后我就很想问他，到底是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不给我去碰你的 bag？ 然后今天呢、啊，我就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就是趁他出去的时候，或者他在冲凉啊，或者上厕所的时候啦、啊，我就偷偷去突击他的 bag， 去看一下他的 bag 到底装什么，为什么他不要给我看？可能这样讲啊，你们是不相信我的啦。我等下就拍一下，我去动他 bag 的时候啊，他的反应会是怎样？我跟你们讲，哇，他的反应很夸张，我真是有点不明白为什么啊。OK， 所以 before 的影片开始之前呢，记得帮我分享、订阅和按赞。其实我要做这个giveaway 啊，400千的时候我会送你们一家电话，所以讲真的，这个影片我没有什么心情要分享我的 giveaway 啊。总之你们分享、订阅、按赞，然后去 IG PM 跟我讲你已经按赞、已经 follow 我的 IG 了，然后400千的时候我就会公布一位得奖者，就是拿到我们的电话。OK， 现在我就要给你们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最近，因为最近真的是我真的不懂他讲话，就他一直不给我看他 back 哦。OK， 我这边补充一下，我懂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私隐，但是他的私隐真的是太夸张了啊。OK， 我是这样子，你知道吗？这是他 bag 啊，我这样子，我一这样子啊，这么老 bag 哦，你这么老 bag 哦，这么老 bag 啊，哇，什么事哦？我只是要帮他拿他 bag 放好在那个位置吧，因为他的 bag 每次乱丢 ，OK。所以现在我这个东西我是有点懊恼啊。现在啊，我就给你们看一下他平时的反应会是怎样啊。真的，我一定要找一个时间哦去突击他的 bag， 看他的 bag， 看他里面装什么。来，我给你们看一下他是怎样啊最近。可以吗？什么？可以看吗？什么？我要看啊。看吗？你有几个背？很多，怎么？我可以看吗？妈。看什么？想看东西。看什么？看东西。看什么？看东西。看什么？看东西。不可以。OK， 相信刚才你们看那个情况啊，都知道 Mickey 是不给我去碰他的 bag 啊，所以等下我一定要突击他。所以现在我们要等他去冲凉先，或者是等他不在房间的时候，我才可以这样做，不然的话我找不到机会啊。OK， 现在趁 Mickey 在冲凉，我要突击他的包包，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下他的包包在哪里。OK， 这边有一个包包，我们先把它拿出来先，是他常用的包包，这个也是他常用的包包。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老水的包包，我们现在突击一下它到底里面装了什么，为什么它不要给我看。 OK， 现在我就给你们看一下第一个包包装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它不给我看啊，一定是有东西的，我看一下。哼，糖果一个哦，这是我们去台湾的时候它带的包包，有这个东西，我记得这个是我们去台湾的时候有啊。口红，还有热当的船票，哇老喂，这么大个 bag 才装这三样东西罢了啊！我觉得 Mickey 是有点浪费钱啊，买这么大个 bag 才这样子吧。第一个包包过关，然后我们看另外一个，这个是在台湾买的，这个包包它应该是没有什么用了的啦，你们看一下啊，空的。然后这个呢，是我跟 Mickey 在一起的时候，他每次都会用的那一个包包。这个是他每次最常用的包包，就是这个。所以我们看一下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为什么他要隐瞒着我？大家，我发现了，他偷吃糖果。他这么肥啊，他在那边给我偷吃糖果，不怪他还不给我看包包啊。这么大个 bag 哦，只装一个糖果包，你讲他这个人过不过分？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觉得 Mickey 过分吗？这么多包包里面竟然是空的，什么都没有，钱也没有，还有什么？这是什么？和乐屋。就是这一个，这个就是平时 Mickey 出去的时候一定会拿的包包，也是我最想看的包包。我们先看前面啦，口红一个，
而且还是 YSL， 应该是我买给他的这个，如果没有错的话。来看看。你在做梦？啊？什么？怎么你翻我的背？怎么你翻我的背？我没有翻你的背。不然，怎么我的背全部跑出来了？拍什么？什么臭东西？我在突击你的背，因为你是不给我看你背，我就用你的背给我说完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有什么好说的？你有病啊！两架手机，你敢不敢跟我一起看一下？你跟我解释一下。你放了啊！我放什么？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讲我两架手机，我讲我只是怕你有两架手机。我觉得你有两架手机还差不多啊！你觉得我有两架手机啊？这样有十五架手机，我要讲什么嘛？啊？一架。两架、三架，还有嘞，还有四架，哪里去？你讲我啊，怀疑我啊？我没有怀疑你，我只是想突击你的 background。你怀疑我啊？我没有怀疑你，我只是不是不信任我？我信任你，我只是你这样多加电话，每天这边按按按，我都没有不信任你，我只是会问你你在跟谁信息，你在背着我去冲凉？没有我。为什么你的背啊这么陡啊，全部都是空的？不然我要放什么？这你要这么陡背啊？这么？当然是要出去要的背才放东西进去吗？所以你最常用的是这个背对吗？最近啊，这什么来的？口红。OK， 这是什么？口罩。用过好了。是，忘记丢。这个嘞 ？Cable 不看啊 ，Cable 不看啊。这个什么来的？你屁啊！这什么来的？这是你放的啦！这什么来的？这是你放的！这什么来的？你们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 Mickey 的包包会出现这种成人的套套呢？让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OK， 大家相信你们看到影片的这边呢，都很好奇为什么 Mickey 的 bag 会出现避孕套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呢，我觉得啦， Mickey 不给我看他的 bag 啦，不是因为他有避孕套，而是他想报仇，因为我的东西我是不会给他看的，所以哦，这一次我要看他的东西啊，他就会报仇，不让我看回，所以哦，我在想我要什么方法可以恶整他，然后就给我想到了哦，等下呢，我就要去买一个避孕套，然后把它放在。他的包包就是偷偷的放在他包包，然后等到我突击他的包包的时候啊，然后在他的包包里面拿出了个套啦，看他会讲解释为什么你的包包会有这个套，我想看一下他会怎样回答我，然后我就会问他这个是不是你不给我看的理由啊？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我是怎样偷偷的把套放在 Mickey 的包包，所以现在我去拿那个套先，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 Mickey 有什么反应。 Let's go。 OK 大家，现在我已经这个东西买回来了，所以我现在我就要想办法放进去 Mickey 的包包先，等他不在的时候我就把他放去他的三个不一样 bag， 然后我就会审问他。你没有金额吧？ OK 大家，现在 Mickey 他在冲凉啊，所以我就要很快的拿他的包包放这个进去。 OK， 第一个包包完成。OK， 现在我已经把全部套套已经放在 Mickey 的包包里面了，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刚才我可以找得出 Mickey 的包包有套呢？所以大家不用怀疑，全部都是我骗来的。所以我们回到去，他发现的时候他会有什么表情？ Let's go。 什么来的？不懂，你用听的咩？哦，你用听的、啊、不可能，我都没有这么听的。 OK， 所以这个不是我，这是谁啊？这么在你背啊？都没有做过。这是谁啊？你的。我没有，怎么会在你背啊？现在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种东西会在你背？你放的。我没有放。我没有放，不是我的。就你这样子啊？所以你不是我的。所以你不给我看你的背啊？你骗我啊？我没骗你。你放的，你拍影片。我没有。哪里可能你拍影片这么巧就在背里面？你跟我解释。不是我，我这个 MCL 有出去啊？这是什么？背。又是背。这背长什么？不那么紧张。名牌背，好，这什么白色这么大个什么来的？这个是保护那个 belt 的。哇哇，
怎么还会有这个东西？你到底一个 bag 要放几个？这是不是我的？怎么这样子啊你？我不是不相信你，但是现在证据在这边啊，你要我怎样相信你？其实里面是 chocolate。开给我吃，现在，你以为我不会读书啊？青色的 chocolate。吃给我看，现在吃给我看。不是我的。这个真是太……不是我买的，你放的。刚才我看的时候，我看到这边还有一盒。啊！这一定不是我的，因为我的很大的 ，OK， 这是很小啊。讲解释。球的。做你要买给球球呗。我要给球球生一个正统的 husky， 我怕他那些不是 husky， 他就有个病，然后就不美。然后你怕你要养很多噻、我跟你讲啊，现在我要你讲，跟我解释一下，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你这样子？怎么你要这样子？宝贝。我讲真的，最近你因为你最近哦一直不要狗看你的 bag， 所以我突击你，然后我觉得你的 bag 是没有东西的，所以我才放一个。condom 买给谁用？又不是我。没有，我没有买给谁用，我只是放去那边来弄你吧，我没有买给谁用。没有，那个太小朋友不敢我 ，OK， 我的很大 ，OK， 真的 ，OK。如果你喜欢这次影片的话，记得帮我分享、订阅还有按赞。原来 Mickey 的 bag 啊，就是装这样的东西吧。然后我他不给我看的原因，是因为我平时不给他看东西，所以我动他的东西，他也不给我看，是这样子吗？这样可以看你电话了。不可以。你不要。你看到我的 bag 啊？我们要公平呀、啊。OK， 你信我的吗？你哇，两家电话抢着啊！